有任何不懂的事情，千万别记错咯，这座学院帽的材料是五个华丽的绒毛，一颗跳舞草和五个幸运三叶草。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吗？只要像冒险家一样思考，这三个问题并不难回答。我从你眼中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哈哈哈哈哈。
你总算来了，到我跟前。那么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转职仪式正式开始。女神瓦尔基里，请注视站在我面前的年轻人，他拥有不凡的资质，也拥有澄澈的内心，请赐予他祝福。愿勇气常驻心间，愿友谊与你相伴，愿你的强大不仅在肉体，更在内心。愿你将这份力量使用在任何需要你的地方。也许未来的道路，鲜花与荆棘争艳，眼泪与笑声交织，鲜血与荣耀辉映。现在我宣布，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服饰了。